大家好，我是邵阳，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灯笼的恐怖故事。相传古有一种邪恶的茅山术，可以用人的皮肤做灯笼，以此禁锢人的灵魂，永世不得超生。一九六三年，帮会内奸阿辉被老大熊爷干掉，并把他埋在了三衰七败之穴，转世十辈子都将倒大霉。而阿辉的女朋友阿珍也没有幸免，她被熊爷杀死，扒下皮肤做成了灯笼，永世不得超生。转眼来到三十年后的香港。 阿辉转世成了一个街头混混他这辈子果然处处倒霉。出生的时候左手残疾，无法张开；三岁死了妈，四岁死了爹，七岁混社会打架却总挂彩。 帮派混得不好，他就兼职卖牛杂，却遇到小混混找茬，打架的时候又被剪刀刺中，上个厕所还染上了病，真是衰到了极点。别人都不和他玩，只有两个小弟没有离开他，他还给他介绍了一个帮忙催债的活儿，把债主都带来了。这胖子一看就肥美的很，老实巴交，这笔钱是触手可得呀。谁知阿辉狠话还没说出口，胖子就直接嗝屁了，原来是心脏病发。 除了混混身份，阿辉还是一个警察线人，他的合伙人是警察白警官。此时，社会老大熊也转世了，这一次他依然还是社会大哥。 出逃二十年之后，他刚刚返回香港，回来第一件事儿就是抢地盘，和阿辉所在社团来了一次正面 PK。由于阿辉自带霉运，社团也跟着倒霉，被打得节节败退。此刻不知情况的白警官正在外面蹲守，女鬼阿珍突然出现了，她告诉白警官戏院有帮派斗殴。另一边，阿辉眼看就要被众人砍。 阿珍又一次出现了，像风一样飘过，成功救下了阿辉。白警官终于赶到，众人被带回警局接受调查。可熊爷的律师已经办好了假释手续。熊爷看了一眼警局内供奉的关二爷，随口就说道：“你们警察还信关二爷？真要出了事儿，关二爷也不好使。”话音刚落，关二爷神像随即便裂开了。 熊爷认出了阿辉，对他说：“这还是第一世，小子，慢慢熬吧。”阿辉身体一颤，脑中回想起了前世片段，随后口吐白沫，被送到医院。昏迷中的阿辉梦到了女友阿珍，两人靠在一起，但阿珍却用剃须刀刺杀了他。阿辉猛然惊醒，却发现床边站着一人，神秘兮,兮兮的对他说：“你想知道你是谁吗？你想改变命运吗？找四婆吧！” 随后便神秘兮兮的离开了，咋看咋像神棍。此刻，阿辉两个小弟赶到医院，告诉他熊爷放出狠话要杀死阿辉。小弟小胡子撸走了阿辉的手表，还说要用来换钱去请外援。阿辉感觉被骗，赶紧追了出去，却看到刚才的神棍已经嗝屁了。医生说他已经死了一个小时了，也就是说，阿辉刚才看到的是个鬼儿。 几天之后，阿辉出院了。出院第一件事就是去买手表。没办法，谁让自己的小弟如此不靠谱呢？他来到街边小摊，选中了一只手表，而这个手表正是阿辉前世佩戴的。什么鬼？三十年的老古董！阿辉戴上手表，仿佛着了魔，被拉扯着四处乱跑，最后来到了一间破旧的房屋里。原来这正是阿辉前世的家。此刻，前世的画面不断在阿辉脑中闪现。 阿辉感觉不对劲，找到了之前神棍提到的四婆。四婆一番检查之后，就明白了阿辉上辈子是被人埋在了三衰七败穴。于是通过问米，让阿辉看到了前世画面。原来阿辉前世是熊爷手下的律师。这一天，他替熊爷给熊爷的情妇慧儿姐送礼物的时候，正好遇上了慧儿姐的师妹阿珍，瞬间就被吸引了，不可自拔。 护士姐是个戏子，经常勾引阿辉。阿辉并不感冒，私底下却开始和阿珍频繁约会，却被护士姐发现了。一怒之下掀了桌子。就在此时，温米被打断，出现了一个红发鬼，惨白的手从水盆里伸了出来。多亏四婆法力深厚，救下了阿辉。随后，四婆开始尝试召唤阿珍，却发现阿珍仿佛被什么东西给困住了。原来，之前阿珍之所以能出现，是因为灯笼突然熄灭。 现在，熊岩已经再次点灯，将阿珍封印。这边四婆却不甘心，感觉一身法力受到了侮辱，正要继续召唤，白警官却突然冲了进来，说四婆搞迷信，接着就把四婆给抓走了。临走的时候，四婆还不忘为自己证明，让阿辉用自己的血来召唤阿珍。阿辉还真相信了，他咬破手指，把血滴在鸡蛋上，阿珍所在的灯笼果然发生了变化。 可没想到，还没等大功告成，阿辉却因失血过多昏了过去。昏迷中的阿辉又一次见到阿珍，看来滴血果然管用呢。阿珍说起了那段往事：上一世，熊爷和阿辉经常去戏院看戏。白警官的前世小白也是在戏院长大的，阿辉对他很好。当时小白还承诺，将来一定会报答阿辉。 另一边，阿珍经常被慧儿姐训斥。熊爷一边安慰着慧儿姐，私底下却经常调戏阿珍，这关系乱套哈。慧儿姐喜欢阿辉，阿辉喜欢阿珍。慧儿姐是熊爷的女人，熊爷也喜欢阿珍。阿珍真正喜欢的是阿辉。阿辉是个卧底，他一直在熊爷身边收集证据。他答应阿珍，等熊爷伏法后，就带着阿珍远走高飞。可不光熊爷不答应，慧儿姐也不答应呢。此刻，慧儿姐上门，正好碰上了甜蜜中的。 阿辉和阿珍，他发疯一样追打着阿珍。阿辉正想上前劝解，却弄巧成拙，杀死了慧儿姐。形势所迫，阿辉不得不提前带着阿珍跑路。临走的时候，他把自己辛苦收集的证据交给了自己的老师。可没想到的是，阿辉的老师早已经被熊爷收买，东窗事发，阿辉很快便被熊爷的手下杀死了。阿珍不愿被侮辱，在阿辉的身边自杀了。死前的时候，在阿辉的左手写了一个情字。 原来阿辉左手之所以不能打开，正是因为他手里有这个情字，他要紧紧的握住。阿辉终于想起了前世所有经历，两人紧紧抱在一起。嗯，人鬼情未了。阿辉决定找白警官帮忙，还和白警官说了很多前世的事情，但白警官根本不相信。就在如此尴尬的时刻，白警官死去的母亲突然出现了，让白警官一定要遵守诺言。 不然就把他带走。这一次，白警官是彻底相信了。他们首先要做的，就是要找到三衰七败穴，挖出阿辉前世的尸骨。随后，阿珍上了白警官的身，带着阿辉去找尸骨。找到之后，却尴尬地发现，之前的三衰七败穴上早已盖了一间赌场，而三衰七败穴就在赌场的茅坑里。 尴尬呀！接着，阿辉开始在桌上打牌，吸引众人。但他运气是真的差呀，一直输啊。白警官则跑到厕所开始刨猫坑。随着骨头被挖出来，阿辉也开始转运，终于赢钱了。可坑里埋的不仅有阿辉前世尸骨，还有慧姐的鬼魂，正是红发鬼。不知道是不是熊爷要刻意成全他俩，前世竟把他俩埋在了一起。 面对红发鬼，两人是毫无招架之力呀！阿辉赶紧给四婆打电话。嗯，四婆不是早就被抓走了吗？四婆在电话里开始念经，那是真好使啊，把红发鬼都赶跑了。阿辉终于摆脱了霉运。第二天，白警官也就是阿珍找到了熊尼的爸爸埋葬的墓地，一看就是风水宝穴。他把老人家的尸骨挖出，把前世阿辉的尸骨埋葬了里面，老人家的尸骨则被放在了三衰七败穴。另一边，阿辉在小弟的帮助下找到了阿珍的。 灯笼，可小弟为了掩护阿珍，被熊爷残忍杀害。阿辉拿着灯笼逃回家里，但很快就被熊爷发现了。祸不单行啊！此刻红发鬼慧姐再次出现了，阿辉是差点嗝屁呀、啊！关键时刻，终于打碎镜子，用折射的光消灭了红发鬼。此时，阿辉手下小胡子带着外援上门了，原来他还真是去找外援了。 他们轻松解决了熊爷手下，可最后还是让熊爷带着灯笼逃跑了。熊爷在灯笼上贴了黄符，再次困住了阿珍。接下来几天，熊爷开始倒霉了，他的股票大跌，资产被冻结，就连手下也差不多被警察抓光了。熊爷这才发现自家老爷子尸骨被调换的事情，他知道这个时候不能动手，不然定有血光之灾。 熊爷害怕自己被干掉，聪明的他来到警局寻求保护。而此刻的阿辉已经今非昔比，转运之后的他和社团大佬混成了兄弟。这一边阿辉带着众人来到警局，向熊爷索要灯笼，还说不给就干掉他。熊爷哪受过这样的气呢？直接掏枪绑,绑架了警察官员，把多余的人都赶了出去，开始展现真正的实力。也不知他练了什么邪功，刀枪不入。奇了怪了哈，有这能力还需要警察保护、哦？ 众人不是对手啊！此刻，白警官出现了，拿出了四婆早就安排好的童子尿。呵，这气味，熊爷是郊区一阵，浑身颤抖。此刻，阿辉手持匕首再次冲了上去，但很尴尬，匕首再一次断掉了。眼看阿辉就要被玻璃插死，此刻一阵风袭来，灯笼上的黄符瞬间吹掉，阿珍再一次冲了出来。别看他表面上威风凛凛，但实际上…… 熊爷趁机点燃灯笼，小样来呀，魂飞魄散吧！眼看自己的女朋友就要领盒饭，阿辉终于爆发了。他利用关公神像的碎玻璃片杀死了熊爷。这玻璃片上画的正是青龙偃月刀。阿珍最后还是走了，魂飞魄散，消失在阿辉的怀抱里。故事就这样结束了。故事最后，阿辉和白警官过上了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。好了，我是老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